了什么用的。苏啊苏啊，加微没有什么用处，苏啊你关注一下微博吧。要是有微博宝贝关注一下微博啊，没有的话我们就留在直播间里聊聊天。已经送过来，船票不用那个啥。明天是什么专场？明天是换角度专场。明天我不用，明天我去那个房间。飞机的我们可以送一下，今天我们送一个飞机的鱼，送的是一个火箭。之前一个火箭的老板，我们今天等于送了一个2000块的车。明天要看的，可以，就稍微的灵光乍现一下还是可以的，但是要长时间的，估计是没办法。飞机的那个我整一下，重新整合一下吧。那个有一些它有一些重复的什么的。对呀，苏啊，我们今天一个飞机等于500块的火箭似的。谢谢钻石，钻石好久不见。钻石好久不见呀。还是我们可以，这周之前吧。谢谢苏啊，谢谢老板的一个飞机，谢谢苏啊的一个飞机。我今天终于见到了我第一个正常的飞机，今天送飞机的小朋友都是那种绿色的飞机。今天送飞机的朋友都是绿色的飞机，有一种戴了绿帽子的感觉。哥，你看一下弹幕上面打一的这个账号，加一下啊！大家加一下弹幕上打一的这个账号。有一点口渴了，怎么办？要不要点一杯蜜雪冰城？但是一会儿怎么去拿外卖呢？左家，不，那个谁，不要在我直播间刷这个东西，哎。传票不要在直播间刷这个东西，不要在直播间刷这个东西，一会儿又得违规。不要提，不要提。怎么办呢？我现在想点一杯蜜雪冰城的奶茶，但是我不知道一会儿要怎么去拿。那个苏啊，你看一下，点我头像，然后有一个聊天框，你看一下站内心。没事。我想点杯奶茶，但是蜜雪冰城是河南，蜜雪冰城全国各地都有吧？蜜雪冰城全国各地都有吧？不是，我想知道蜜雪冰城是不是哪来开门了？
好像人家晚上过了10点就不送了吧。冰城不光是河南的呀，蜜雪冰城全国各地都有吧。我没喝过可可啊，我喝的全是蜜雪冰城。我之前有一次直播拿了一个那个奶茶杯子，然后他们就是主播这个穷逼喝蜜雪冰城。我没喝过可可啊，我要努力工作，总有一天我的外卖全部都是星巴克。我努力工作，总有一天我的外卖全部都是星巴克。负担不重的，负担不重的，什么负担重不重的，不重的。有一次喝的是蜜雪冰城的柠檬水，然后就被直播间说穷逼，真的是记忆犹新。哎，我就想知道你们平时喝奶茶，你们都点什么牌子？下次让我整的洋气一点，不要再被说奶茶了。让我也整个洋气。咱们有问题想询问的朋友可以先关注一下微博，微博叫你的秘密小度。其实我说实话，反正。这些牌子它都是速溶的，都是速溶的，然后都是那种就人工冲调的，有什么好喝不好喝的都差不多，我觉得都差不多，我喝不出差别。眨眼月色和地区，不行，这个说地区那就暴露了，我跟你们说。前两年想象的利润那么高，没有那么吓人，不怎么赚钱。是主播是不是？当然是主播。哎，我之前有一个朋友，他在那个，他在哪个城市我就不说了。那天他就是回家嘛，回家我们聊天，他说起来他点了三杯奶茶，花了小100块。点了三杯奶茶，一个外卖，花了小100块。我的天！都够给你刷个飞机了。三杯奶茶100块，都够给我刷个飞机了，我心好痛啊。还有没有哥哥想坐飞机的？我们还有没有哥哥要选飞机的宝贝？对啊，就是奶茶，是不是完全想不到？求求你的，宝贝，他不许打，他还保真的，主要问题是保真的，大就算了。
大这种事情每个人都能做到，但保真这个事情就不一定，每个人都可以了。有想看写真什么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微博啊，动动小手关注一下微博。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露脸直播的呀，你们看过就看过，没看过就错过了吗？那有什么办法？是播游戏的，那个时候播游戏，那个时候不播这个东西。哎，我刚看到你们，我就说我今天要晚播一会儿，你们在底下数数是干什么？我不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那种。Hello， 姐姐。不是，我今天是因为那个啥，我今天在那边开播的时候，发现我麦克风没有电了。没发现我今天说话麦克风声音就特别小，充了半个小时的电也没有充上多少。去古剑。谢谢。发什么呀？我发毛病。你想让我发什么？好，船票早点休息吧，船票快休息去吧。七七，你要想睡，你也能早点休息，真的不用陪着我。快点休息就好了，我今天也播不了多大一会儿。好大，我都挡起来了，我都出这二次元画面了，还好大。我喝口水啊，我要喝口水，我好渴。哎呀。我现在麦有没有杂音啊？好像踢到电线了。现在麦有杂音吗？我今天播不到三点钟我就下。我今天不到三点钟我就下。
现在有没有杂音？刚才好像不小心踢到电线了。告诉我有没有杂音啊？咋没人说话呢？直播间人都在哪里了？没有啊，那就好。等一会儿嘛，干嘛要取关我？真讨厌！干什么就要取关我？真讨厌啊！我觉得也不是真爱了。琪琪，我明天打算把这个蕾丝眼罩重新回归一下，我劝你们点上关注。我劝你们把关注点上，我劝你们不要多管闲事。谢谢了，谢谢小伟，谢谢冉秋。我劝你们把关注点上，我劝你们不要多管闲事。谢谢小伟哥哥下的一个飞机啊，大家。我劝你们不要多管闲事。宝贝，弹幕上面打一个，手机弹幕上面打一个，弹幕上面打一个这个，加一下好友。主播骂你又不行，主播骂人。我真的无语，你这是什么皮子？重点回来就好。应该很多就是在我们看你的时候不会坚持很长时间。我主要问题是我也怕小黑屋呀。谢谢宝宝点赞，我小心飞机的直播间可以送一个。点上，我不是肚子小，我肚子挺大的，我穿的那个束胸，我穿的那个束胸，几点下？3点钟就有保证，每天都是这两天下的早，都是3点钟起。昨天本来想多播一会儿，结果昨天到了3点多钟，被强制拉闸了。好容易想多过一会儿，结果到3点多钟被强制性拉闸了，就很难受。啊，对，对不起，那个叫鼠药，对不起，满脑子都是，对不起，满脑子都是，说错了，抱歉。抱歉，宝贝。就
就是会被小黑屋，会被扣分，会被关小黑屋，然后昨天被关了一个小时没有办法直播。谢谢葬爱家族，谢哥哥的荧光棒。分数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，也够也不够的。这个分数就也够也不够。我昨天可能就恶龙咆哮的时候咆哮的太恶龙了。就昨天恶龙咆哮的时候咆哮的太恶龙了，就完蛋了。恶龙咆哮的太恶龙了。我没有想送飞机，我们直播间可以送一个啊，宝贝。我怎么感觉好像我家这边下雨？直播，宝贝，多看看直播，多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。我们今天直播间想送的歌，可以直播间送个小礼物啊。你少骗我了，你又要骗我被拉闸。我跟你说，一会儿又要给我拉闸，我才不要。我的世界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可简单了。不是，我怎么感觉今天直播间人数比周末直播间人数多？不是推荐位宝贝，那个是你经常看我直播，就是你个人的推荐位，不是所有人的。那个只是你自己一个人的，就是不是我不是在所有人的那个位置上，只是在你一个人的。你懂我意思吗，宝宝？你懂我意思吗，宝贝？
天天在你的推荐位上了，宝贝啊。微博好久没更新了，过一段时间吧，过一段时间给你们更新一下 cosplay 的图片。我打算租个相机去玩 cosplay 的。原来你们都是从那个首页自己的推荐里过来的，都不是因为点了我的关注键的。你们就不能把关注点上吗？嗯，宝贝，咱们就不能把关注点上吗？可以，但是那个是现在 QQ 是管理在上面，不在上面。等你有钱了，一定给我送飞机。你都有钱了，你还不能给我送个火箭啊？真是，男的是在做梦。我就发现，男人就算承诺，他都不给你承诺太多。你都有钱了，你就不能给我啊？是不是？谢谢哥哥一张灯卡，谢宝贝的一张灯卡。今天我这个麦克风如果出现杂音的话，你们就跟我说麦有杂音。你今天这个麦特别，今天这个麦太容易出杂音了。如果有杂音的话，你们跟我说。我这边听不太到杂音。他这边就是因为左右两个声道，两种麦克风，就是两个麦克风，他就是左右两个麦克风的。他是立体声的麦克风，跟普通麦克风不大一样。
我们有问题的哥哥，我们想看写真有问题的宝贝，咱们关注一下微博吧。直播间不要问了，直播间客观太严重了，反正来问了我也不和你们说。豆豆小组有微博，咱就关注一下微博，没有咱们就在直播间聊聊天。先生快点睡觉了，星星，早点睡吧。早点休息吧，不要熬夜，熬夜啊，对身体特别不好。熬夜是值得的，这个嘴还是真的，这个嘴还是真的不行啊。谢宝贝点赞，没有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微博。有想送的，我们直播间可以今天送个飞机哦。幸亏你昨天睡得早，我昨天到几点钟？昨天到了三点多钟的时候就被拉闸了。千万不要加错人的边。感觉斗鱼没见过，斗鱼挺多的，挺多的，真的，你好好观察一下，挺多的。
整理一下，重新弹一下。都买设备了，没关系了，等你有钱再说吧。没关系，我都在直播的。我们今天少说会话吧，太深夜了，人少了，我又开始害怕了，我害怕被警告。是直播呀，昨天到了三点多钟还没讲，三点多钟背景好了，出啥了？哎，算了，这东西真不起那个，咱们不再说这个事情。有些事情真不起那个。喜欢送到我们直播间直接送你一下，然后我们尽量不要搞那个，多点看，尽量不要搞违规了。什么鬼啊？我说话有杂音吗，宝贝？我们有微博的，咱们可以动动小手关注一下主播的微博呀。是真的，戴上耳机，宝贝，把耳机戴上，耳机戴上，调试到合适的音量。
再次戴上调试的合适的音量，就好像我在你耳边跟你说话一样。我在呀，宝贝。我们直播间今天想送礼物的呢，可以上个飞机啊。不可以把腿放中间，会违规的。谢谢光棒。在我耳边，喜欢的话可以把直播间的关注帮小姐点一下哟。是嘴巴的声音，跟我波波的声音是嘴巴的声音。谢谢宝贝的小礼物，谢谢。等有喜欢主播的，帮你把主播的这个直播间的关注点一下。然后想看写真的歌，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微博。噔噔噔，微博的名字叫你的温柔小鹿，都关注一下。今天有一点点开的比较晚一点，今天开的比较晚，然后把我放在后台。谢谢臭弟弟，不要把我放在后台啊。有喜欢主播的，你直播间的小礼物可以上一下。帮我过一下我的 PK 条好不好呀？好不好呀，宝贝？好吗？好吧，好吧。看来是我误解你的意思。关注一下微博，还真睡不着的宝贝可以关注一下微博，我们写真吗？
有什么要问的问题可以关注专业上，大气的跟我们可以在直播间二人之间唱个飞机。不是，我今天是因为这个麦不好，我今天这个麦太没有电了，所以声音特别小。我已经靠得挺近了，今天这个麦居然没有电了，今天充电也没有充上。这个麦克风有好多地方要去充电的，特色节目，什么叫特色节目？好不好？他们好像在我直播间的都是没送过礼物的宝贝吧。他们睡了，他们房管睡了。哦，五二一他在。主播是小雪吗？老板，我不是小雪，我是小雨。不是小雪，是小雨。我的名字叫小绿，啊，泡沫泡沫，你去你要是有微博泡沫，咱们过来做一下微博吧，推左边的微博。直播间真的别逼我了，我怕我又被拉闸了。拉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不一定进得了，每天除了吃就睡，然后几点时间开直播。天哪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懒的人？这个主播好懒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懒到极点的主播。一个人的时候喊他，那不是高一层，就是我不减肥不健身。天哪，我这样说会不会好多人呢？觉得好像能打死我？我一个不减肥不健身的人，这样会不会跑到我家来打死我？有呀有呀，你定力死前有了我呗。我怕我每天这么凡尔赛，总有一天会惹人妒忌惹人打。
主播真的是老凡尔赛了。有啊有啊，有呀，宝贝。都跟你说了吧，有，你听到你说话了呗？人间富贵饼，没有喜欢主播的，咱们点一下直播间就是关注啊，关注点一点，谢谢啊，现在宝贝到了房顶上。想收飞机的哥哥，我们就不要犹豫了，我们可以直播间直接飞一个哟。你觉得是人家小哥哥傻吗？脑子没有脑子吗？王林怎么睡得这么晚？哇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特别困。今天电池，耳机电池没有电了，然后耳机电池没有电了，然后整个人也没有电了。哇，我有一百八十斤，主播有180斤，180斤的主播，是不是很符合你的？是不是很符合你的喜好？180斤的主播，拜拜！跳起来，地板上都要震三寸的那种。怎么样？喜欢这样的主播你看吗？差点就行了，为什么不行啊？主播180斤，我跳一下地球都要震一震。我今天晚上天天为什么老遇到这个星球呢？声音很像，像个坦克的声音是吗？像个坦克小子发出来的声音。喜欢主播的，我们直播间关注可以点一下哦。有问题的宝贝，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微博哦。想看写真的，微博那边有写真的，有什么问题微博问哦。直播间的妈妈说多了，要小黑屋的。不知道你怎么看的。游戏都不打了，过来看我直播是这样吗？这么真实的吗？游戏都不打了，你过来看我直播？啊，宝贝，这个应该不属于白噪音吧？这个应该不属于白噪音，宝贝，这个白噪音应该算不上吧？像是那种下雨啊，或者是鸟的叫声啊，或者是虫鸣啊什么的，那种应该算白噪音。这个顶多算是哄你睡觉。对啊，它是机器，就是机器啊。他不理你的，好的好的，可以的，欢迎西门大大。我们还有没有哥哥上个飞机啊？有没有哥哥上个飞机？没有，不是你，是因为我这边看弹幕有延迟，我这边可以门，
我这边是软件看到的，他跟你们说话是有一个延迟的，宝贝，不是立马就我可以看到，他有一点点的。咱们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的微博啊，微博叫你的微博小鹿。看看写真，喜欢的话再回到直播间里面，我在等你啊。有条件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播间上个飞机哦。宝贝，早点睡。宝贝，宝贝，不要闹了。宝贝，宝贝，早点睡。宝贝，宝贝，别好意。Mm-hmm.